My little goldfish, 我的小金鱼。I have a lot of goldfish, 我有许多金鱼。A lot of, 许多大量。后面既可以加可数名词复数，也可以加不可数名词。这里的 goldfish, 它的用法和 fish 一样。表示数量时单复同形，我们词尾不许加 yes。而表示种类时词尾加 yes。这里边我们强调的是许多鱼，表数量用原形。I like the black one best. 我最喜欢黑色的那一条。Like something best. 表示最喜欢什么。I call it 小黑。我叫它小黑。Its body's black. 它的身体是黑色的。It has two big and round eyes, a small mouth, and a big tail. 它长了两个又大又圆的眼睛，一个小嘴巴和一个大尾巴。注意这里边的两个 it, 这里的 it 放在了动词 called 后面做宾语，它是宾格的人称代词，而这里边的 it 放在了动词 has 的前面做主语，是主格的人称代词。It's very small, but it swims fast. 它非常小，但它游泳很快。Fast 既可以做形容词，也可以做副词。在这里，它是一个副词，修饰动词，意为快速的。我们再来看两个 its， 在这里它修饰名词 body， 是形容词性的物主代词，意为它的，不可以单独使用，后面必须加名词。这里的 its 是 it 与被动词 is 的缩写，意为它是，两者发音完全相同，但意思不同。I often give food to them and change the water for them.我经常给他们食物，并且为他们换水。Give 意为给 ，give something to somebody 等于 give somebody something， 意为把某物给某人。Change for 为什么什么而改变。We are good friends， 我们是好朋友。这是一篇写物的文章，如果对你有用，记得双击两下屏幕，点亮爱心，关注小雅老师。